大家好，我是大山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是韩国电影《我的 PS 搭档》。这里的 PS 并不是指观众所熟悉的 Photoshop， 而是很隐晦的 Phone Sex。 男主贤胜执着于成为一名歌手，然而多年过去一事无成，女友等不起，遂提出分手，他大受刺激，夜夜不能眠。而女主允静与男友恋爱长跑五年，可男友始终没有向她求婚，且表现对她毫无兴趣。为了引起男友的注意，她用暧昧的语调通过电话和对方说出刺激感官的诱人台词，哪知道按错了号码，电话接听的那头正是陌生人贤胜，就这样把贤胜弄得欲火焚身。一通电话结束，云静才发现并非男友，让她叫苦连连。可没过多久，云静下班的途中竟然发现男友劈腿另外一个女生，虽然心中无数次想拆穿这个渣男，可勇气不足，一种报复的心理拨通了贤胜的电话，两人烈火干柴，随着深入交流竟然爱上了对方。可允静终究没有向男友提出分手，直到结婚典礼上，贤胜通过抢婚的方式揭露渣男本质，带着允静逃婚，电影结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